大家好啊，今次就嚟到海港城嘅当文力饼店啊。咁呢一间饼店咧，最近就推出咗 Around the World 蛋糕系列啊。每一件蛋糕咧都代表咗一个地方嘅，咁我就连同旧嘅款式一齐买嚟试下啦。首先就系新出嘅 Around the World 蛋糕系列啊，日本嘅代表梳芙里班戟。咁其实呢一个就系 Moss 蛋糕嚟嘅，咁表面嘅牛油咧就系海盐马斯卡彭忌廉嚟嘅，即系平时用嚟整 tiramisu 嘅忌廉啦。至于牛油下边嘅糖浆咧，就系枫糖浆啫喱嚟嘅。咁个 pancake 咧就系 moss 嚟嘅，入边咧就有香蕉、黄糖、碧根果仁啊。底部咧就有法海绵蛋糕。咁呢个整体嚟讲系几好食嘅，三粒星。然后有法国嘅代表法国软芝士啊，表面嗰一块咧就系朱古力嚟嘅。蛋糕咧其实系有三层嘅，第一层系芝士 moss， 第二层就系芝士海绵蛋糕。第三层咧就系芝士牛油曲奇饼底啊，咁呢个蛋糕咧芝士味系超浓嘅，芝士嘅咸味好出啊，中意芝士嘅朋友一定要试啊，系几好食嘅，四粒星。然后有美国代表蝴蝶脆饼，咁入边就系吉士酱再加焦糖花生脆脆，底部咧就系花生酱脆片饼干嚟嘅，咁佢呢个咧花生味咧好浓嘅，中意花生嘅朋友可以试下啦，2.5粒星。跟住就有泰国嘅代表芒果糯米饭啦，咁外层就有芒果酱啦，白色就系椰汁米饭忌廉，忌廉入边咧系有啲饭粒喺度嘅，咁个底部就系糯米海绵蛋糕啊，忌廉同埋海绵蛋糕中间咧就系糖渍芒果，整体味道都几好嘅，食落去咧真系有芒果糯米饭嘅味道嘅，3.5粒星。最后就系墨西哥代表啊，墨西哥卷饼，外边黄色嘅就系牛油曲奇，绿色嘅系朱古力。黑色嘅就系黑朱古力 moss， 黄色一粒粒嗰啲咧就系粟米奶油嚟嘅，底部咧仲有一块朱古力海绵蛋糕，咁成个蛋糕嘅味道咧，其实就系朱古力蛋糕嘅味道啦，2.5粒星。新嘅蛋糕系列就试完啦，然后就试一下旧有嘅款式，咁首先就系黑白奶罐啦，外边嘅铁罐咧就系白朱古力嚟嘅，入边就系焦糖奶冻啊，就包住咗冧酒牛油蛋糕，咁因为系冧酒啦，所以成个蛋糕系湿嘅。而且是非常之甜啊，一粒星。然后就是这个纸包柠檬茶，表面是朱古力来的，啡色就是白雀茶 moss 啦，中间就有佛手金奶酪，饼底是杏仁饼脆片饼干来的，整个食入口就真的有柠檬茶的味道的，不过就甜了少少啦，三粒星。然后这个就是菠萝包，外面就是椰子 moss 来的，吃到有少少椰丝在这里，中间就是菠萝青柠热情果酱啦，咁牛油咧就系同头先 pancake 嗰一块系一样嘅，都系海盐马斯卡彭忌廉嚟嘅。个饼底咧就系椰子达克亚芝啊，咁成个嘅味道就酸酸甜甜咁样，系几好食嘅。咁相比起其他咧，呢个就冇咁甜啦，3.5粒星。咁最后呢一个就系炒栗子，一包就有8粒，外脆内软嘅。蛋糕就系马德莲蛋糕嚟嘅，咁入边就系包住威士忌栗子忌廉馅啊，不过食落就冇威士忌味嘅。咁、那个栗子忌廉馅咧系甜甜地，几好食嘅，四粒星。总结啊，大部分蛋糕都好甜啊，不过卖相就非常之靓，用嚟打卡呃呢一流啊。至于价钱咧就比较贵啦，性价比比较低，试过就算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买嚟试下啦。今日条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。中意我嘅影片嘅朋友，记住俾个 like 我，留言分享埋俾你哋嘅朋友，最重要系订阅我嘅频道，揿埋隔篱个钟，咁样就唔会错失我最新嘅影片啦。